间就是我们远从台北来到高雄的一个最佳的借口，知道吗？每年都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 FFK 的活动，然后主办单位都很用心，就会准备了一连串非常精彩又非常丰富的演出，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聚集起来，然后开心的一起大吼尖叫，耶、yeah! ！那也就是提供了我们台北的乐团一个机会，可以来高雄一日游。而且高雄现在建设好像也越来越多了，有很多那个很新的东西，像那个什么轻轨。但是好像是不是本地人都不太搭，是吗？对，还是我讲到了一个尴尬的话题。我换一个好了。有没有人今天也跟我们一样是从别的县市过来的？有，哇，真的有哎，而且也不少，太开心了。那不知道你们是几点出门？玩电动玩的，大概玩到一点多，所以这个不是说好早睡早起吗？我有早起啊，只是没有早睡而已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再讲一次，好，我们是台北的乐团，叫做飞云冰淇淋。我们主要是就是会做一些跟 ACG 相关的歌曲。那因为我们的配置就是一个吉他手跟一个主唱，所以我们的歌曲的风格会改编成比较轻松活泼一点。那个叫什么？不插电。所以呢，刚刚前面已经看了两个团体都非常热血，非常的嗨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让大家稍微就是凉快，这没有了，就稍微比较抒情一点。那也是很可爱活泼的歌曲这样子，而且也搭配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。知道今天的主题是走什么路线的？对，没错，就是 idol。那么我们今天会带来就是非常经典的偶像歌，经典是真正的经典哦，不是那种，就是经典到大家可能说，怎么会是这个？我好像还没出生。OK， 那么小飞准备好了吗？这是我们的吉他手小飞。后面几首哦，有一些歌曲是他帮忙做的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听到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歌，可能就是他写的。没有，大家都很熟悉。哦，有些人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第一首歌会带来一个，就是一个也是经典的动画。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动画歌曲入门了，它跟偶像还比较没有关系，但是就先就带来给大家熟悉一下，带来的是小魔女斗人民的 OP1。Thank you.
还是对的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进入我们刚才讲的非常经典的正统偶像派的歌曲。哎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说到经典的话，就想到可能会有点时代的气息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决定要带来我们那个马库洛斯系列最源头的那一位偶像。说他是偶像吗？当然是啦，但是跟现在的风格可能有点差别啦，但他就是最正派的偶像这样子。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是《马库洛斯》里面的剧中歌吧，剧中歌，对，它里面的一部林妹妹演的电影吧，对不对？它里面的主题曲，哎，小白龙。Yeah.
这样子呢，好像还有一首歌的扣打，那要选什么歌比较好呢？那么就想到说，既然最经典的歌都已经做了，那是不是要来选一首就是比较近期的歌这样子？那时候是很近期，也没有到超级近期，就是偏近期这样，所以我们又选了一首也是 Madlone 系列的，就是经典歌曲，叫做来叫什么？你喊下去，大家就会。OK， 来了。演出，他们是非常热血又非常可爱的舞蹈团体，他们是。